张卷答应教我剑法，可不许哄骗于我。将军，这位一定是姐姐吧？姐姐？不知道，这算是什么姐姐呀？将军这是谁啊？哦，夫人，这位是英族公主玛雅。英族公主怎么会来我们府上，还穿着我的衣服？都怪为父。你干什么了？公主与我比试，我不小心伤了她。伤？伤在哪儿了？没事没事，比试嘛，很正常的。再说不打不相识，将军若还如此客套，那就太见外了。公主怕不是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，什么叫做男女有别吧？且为何这样？你别叫我姐姐，你算我哪门子妹妹啊你？夫人，怎么能如此说话？快给公主道歉！你让我跟她道歉？将军莫怪姐姐，一定是玛雅有什么地方做错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不用你做好人，你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啊！你们大英族很闲吗？你没事儿吗？平时请公主自便啊！你有病啊！你拦着我干嘛呀？好了，夫人，你心疼她，你是不是心疼她？是不是看她长得太漂亮了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让她滚出去啊！快让她走！放下！莫怪姐姐。夫人为何如此生气？我就是生气了，我非常非常生气。夫人就算再生气，也不该对那公主发脾气啊。哟，你心疼啊？本将军心疼一个外人作甚？我是心疼夫人，怕夫人无端惹怒了那位英族公主，平添夫人烦恼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本将军从来不骗人。那好啊，那你让公主搬出去，不可以住我们府上。那怎么可以？她毕竟是英族公主身份。因为这些小事得罪他，不值得。小事？你说我这些是小事？夫人，莫不是在吃醋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吃醋了。夫人这样甚是可爱，本将军心里甚是欢喜。楚修明，我在跟你说正事，你不要老是扯开话题。风用你的口吻，将这远方雨纷纷。将军，他怎么还敢来啊？他就不怕我把他给杀了？